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6日讯，今日 NBA 数据专家 Justin Q. Butko 更新推特，晒出一张前 NBA 球员威尔特·张伯伦的赛场照与球迷分享。1964年的今天，当时效力于勇士的威尔特·张伯伦在对阵76人的比赛中得到63分，其中投篮一共50 ,8中27 ,46 6%，罚球20中9 ,45%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张伯伦是 NBA 历史上唯一一位在投篮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都低于 50% 的情况下得到60加的球员。编辑 GOK Sun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